儿女眼前烟，夫妻道客处，系咯。鸡呀因鸡恶啊霸妻，佢专啊门把苦工占啊，佢专啊门把苦归工啊占，说话定要讲先。为今日乖女出大门，就同个老婆就发生意见。佢喺处诸多嚟到拗叫啊，啲说话就句句顶尖啊！啊，佢最无谓叫埋一班姊妹开叹情啊！听到我肉麻筋骨啊软啊，媒人可啊宝马，一代媒人三代接马宝马，咁八卦咧你？啊，有英啊姐啊，啊，三舊里头藏啊藏屋啊姐啊姐啊，留翻我叫大姑爷啊！哎，我怕咗你啲701咯。哎呀呀呀！当堂听到我无骨的悚然啊，我唯有避之则吉，费事同佢来日争下边。搞到家嘈啊屋闭闹喧天啊，呢种咁嘅迷信就应该破除，就不应在呢个新时代发现。妈妈，你问住我做乜嘢得噶你？哎呀，你今日仲出得街嘅？出街咯。你是不是想避咗我唔见我面啦？唔好话唔系，我因为有朋友想话请我食晚饭，顺便刷齐海鲜啫嘛。我见你势汹汹，啲慌得我这心惊胆啊战。于一出呢去呀先借为什么分钟买返出去，真的诸多真讨厌的。你的一步看你吧，边个话会放同你我前天你一步把事呀诸多阻碍，当然想过先啦。有钱啊点啊？家里要辉煌，因为风华钱太不了嘅。俾你啊点啊？唔系你估住老娘啊，真系上意。笑话，你如此残，鸡咁恶咩死，更兼做事啊，太过专权咧，仲
人不要过太云听啊。若果大家有商有量，何必弄成咁偏啊见呢？边个唔知都系家女，当然准备啊一笔金钱。米主，若果应使就系冇都冇问题，不应使时就系应免得啊免啊而家旧礼交已无存，不要咁奢华应悭俭。你若然唔听我话，唯有针默无言。嗱，凡事都要三思而行，不能话死牛颈一边。未必，现在已经破除也迷信，仲使乜做到咁十足齐全？我要做啊！我唔做啊！嗱，而家晚晚开下贪情，仲好听过啲无线连绵。我话唔系啊，我话好似开丧吊孝嗰啲亲属嘅喊苦连啊天！猜我你好啊，唔啊？咩？难道上轿嗰阵时？你唔好似咩啊？好似开始嚟入殓啦。你唔衰噶，仲着几件凤冠霞冠，又好似同个死者装着，摆在厅下前。大吉利是嘅你啊，叫齐啲叔伯姊妇来敬酒。你又好似开始嚟祭啊殿咁啦。祭啊衰佬啊！大家一齐送佢上轿，几高兴啊！又好似出殡嗰阵，摆在花街边。哈、啊！你净系衰神多，咩嗰啲炮竹已共鼓乐齐鸣，几热闹啊！呢又好似南和老就开始辞令把香烛啊献咁啦。欠你条命哦！嗰啲人呼花轿一齐起步。几架势啊！咁就等于送货给宝，手续就算做完。啊，你说话冇咁多啊，你真抵死啊你！害人死阿娟，你害人死阿娟，你死你死，你有无谓来欺念啊？你开口合着你为老太不尊啊！我又唔系西南二伯父，边处有嚟教坏子孙呢？你唔出声，我唔话你系哑巴，乜你又偏偏？你就想我扮哑仔啦，但系未曾就系食黄连啦。我一要咁做，不准备改变啦。若果依你咁做，我话几大就搞唔乱咯。旧例有个堂皇，而且有个冠冕啦。米缸冇咗米啦，边个嚟可怜呢？一定系陆云亭睇相，自己攞嚟丢面嘅。话总要个荷包奖，佢咁极都咁唔俾咯。你嫁女当嫁妹啊？我话冇咁贱啦。点解？咪有主见啦！你讲嚟听下，真妥善，真妥善啊！哎呀，有乜好嗌啊，衰婆！呢个字啊，言有办法啦，你使乜喺处嘅咁啊啰啊挛啊？奸女系至紧要啊，这被扮装啊念啊，但系事前要应该
有一个鱼啊算了吧，你知之起啊西咁离世喎，咁就用乜意样样多啊添。若果依呀、啊、你咁嘅主张呢，嗰阵走佬都唔盲得掂啦。虽然知那而家个世界的确不叻兵人，那不比冲啊前小心驶得都万年船。来你个问题快算盘，顺日送你喺边处啊？喺后院，边公堂啲到我屋企。总球大大方方夹好睇咧，变不老耶瘦噶，因诶嫌万样都要诶讲悭钱。做仙女无理心事，你知啦咩？使乜讲？我让俾你做啊！嗱，睇下你做成点先得。咁你就精啲，有银子在手就等于揸住双地自尊啦，咪大晒啦！使乜讲啫？你都可算知一计，我就当堂任完咗咯。嗱，因为作假先得我番说话。系无话你多天，讲嚟讲去都系烂皮三福，就好似鸡啄鱼片。外母见女婿，口水啊嗲嗲滴。等我早日同你买个口水煎好了啩。嗱，求其做到大礼唔失，过得去就算啦。咁就快啲俾钱嚟把家租买地。诶，俾钱就买一部先，咪区咪区啦。古语有话亲生仔咧。不如近身咧前。